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学哥。今天呢，太阳那么大，下午又不用搬砖了，休息。他们说阿婶他们说去买菜，晚上又聚餐。走，小叶，你去不去？我在把聚餐，我在把人搬到少爷。那你在家了，我不让你去了。走开。哎，你也去啊？哎呀，去买点菜。快点吧，来，爸爸找不等我们吧。我们去买菜了。我们到这市场了。我这是来做司机的，买菜就交给你们了。小月睡着去了，哎呀，我来抱。我们买菜你要煮，我们不会煮。来，我来抱小月。应该商量好买什么菜的哦，来这里都不知道买什么菜。哎呀，看着喜欢吃什么再买。我们几个商量好，就可能买什么就买什么就得了。去那里看见什么想吃什么就买的。好嘞。啊？买点什么？买点大闸蟹，大闸蟹。那我给多了，帮我宣传啦。那么土豪，买了大闸蟹。你问老板娘有帝王蟹吗？要打的咯。哦，要打的。臭，你不要那个臭的。你看，那你赶紧去。这个多少钱一斤？多少钱一个？12块一个。这个是花蟹哦。那天我们中秋节那天我们买的是这个。这个也是按个的啊，这个啊。这个是多少钱一斤？55。我们中秋节那天买鸡翅，不过是他弟弟买的。不是你自己。不啊，刚才不是有蒸吗？会呀。刚才有蒸。买了的妈家。啊。买。泥鳅的时候，买这个啊？买泥鳅啊？买大的那个。一斤你看要多少钱？多少钱一斤？13块。多少牛肉？水煮牛肉。要一个斤。不行啊。要一斤够了吧？哦。够了，半斤都够了。嗯，半斤都够了。半斤了。要点就得了。那就要半斤呗。啊，臭的嘛。哎呀，要具体。具体你要用没有？弄那种好吃的。有啊，有不要好吃的。有嘛？这叫做当青椒。青椒要加呢。啊。来，31块。三个。31的量。想吃那个啊？那个豆腐要不要一点加煮？啊，那个不要，要这个。哦，那个生菇包，放料。生菇包怎么煮？放下那个水煮牛肉里面，好吃的哦。生菇包芽没刚炸出来的，也好吃的哦。那去我们，你准备辣椒吗？可以啊，就买来给辣椒买吧。那这个也要多点蔬菜不怕的。啊，不怕的。多少钱一斤呢？我们好好吃哦，一来这里就想吃，那就想吃。肉我就不想吃蒸，但是这种蔬菜真的是可以多一点。今天蔬菜多的。好了，都是青菜少吃肉。啊，对。来了吗？我压压就压一点。要。除非不上来，一上来就是大包小包的。放尾箱啊，放尾箱。慢点哇，慢点哇啊！花放里面一点，要不要压的？用绑吗？绑啊，要不然等一下它全部水不拿来喝嘛？拿！我说这个口袋口全部绑起来，要不然等一下全部跑出来。看，买了这么多东西，一堆一堆。又聚餐了，OK， 走了，打道回府。嗯，回家，用力。我从这边上了，OK。回去。上回去了，大哥在家捉个鹅来等着我们回去。爸爸吃了啊。你不用买太多菜了，快点回去。快点喝。杀鹅。回去杀鹅吃。不要吃了。哎，喝完这个滴水了，自己拿。啊，麦盖，我看不见了，你自己拿呀。哦，刚刚进去拿，你我打电话的时候刚刚进去拿。有。
那么大一个鹅哦。我们也买了一大堆菜回来。幸亏我们刚刚到那里，幸亏你还打得快一点嘞。大宝吃。本来还说买的那个羊牛排，然后才说杀鸭了，又不买了。我们那边没有嘞，不用。太多了，太装不下了，我下完了装。那个盆子拿来装汤啊，等一下。那盆子拿来装汤啊，等一下。吃饭喽，没得，客又还没上来，着什么急？我在这里没有啊，你不一起吧，是吧？不用耗位置的，不用耗位置的。进白不吃，靠药你了。等下我们去不？谁一根猪嘛，真的是。表弟今天晚上请他喝奶茶了呢。先给你们这桌先。靠右靠右。来得早，不如来得巧。谢谢阿嫂。靠右靠右。谢谢阿叔，这个好吃哦。敏姑再有口福，因为我们有聚餐，大家回来了，还有臭肉给你吃的。敏姑多吃点吧。敏姑都是闻着味回来的，才知道。哎呀，我是看着他鹅回来的。你看人家厨师，你们都不懂厨师的哦。哎，最后一个菜。这个妹妹是你送你带过来的啊？忘记了，忘记啊。还有吗？最后一道菜。最后一道菜啊，放这边嘛，往这边过嘛。你们那个桌子有点小哦。你看，这么多菜，那么好，放这边。先把客都吃完先，要不然没地方放。一块了哇，这个鬼托有去吗？我要楼台到底几米啊？还有吗？那个情报啊，我们出来了，太恐怖了，乱管大概，定下起来就得了。你看你一直慢，吃饭又不跟我分享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吃饭吃饭了啊！好。你们又围着，这边又围着呢，走嘛走。